高展佢哋嘅宣传活动，经过咗第一站嘅直升机空降仪式，再去到第二站嘅金紫荆广场，我同六号咧就同埋九位巨星一齐嚟到最后一站嘅会展啦。系啦，第三站咧可以话今个活动嘅全日高潮，点解呢？因为我哋将会睇到呢个广告嘅首播会，同时间九位巨星会同台演出噶。广告商为咗同产品宣传，究竟可以有几巴闭几豪华？好似广告商请嚟九位港台巨星：郭富城、郑秀文、周杰伦、F4、蔡依林、陈冠希拍广告。佢哋喺一日内进行海陆空密集式宣传，所花嘅费用已经系难以想象啦。但系整个宣传嘅戏玉部分系最后先至压轴登场，嚟自世界各地，例如内地、日本、泰国嘅 fans 经已云集现场，准备亲身体验呢个盛况空前、耗资庞大嘅广告首播会。为咗配合九位巨星嘅身份，首播会嘅序幕一样赢过人。在万众期待之下，九位巨星以一身战士造型，手执武器，徐徐驾临。九位巨星个个身怀绝技，武功全部融合咗大自然嘅力量，代表风嘅 Jolin， 代表火嘅 Edison， 代表水嘅 Sammy， 同代表气嘅周杰伦都手执短枪同机关枪出场，代表电嘅 F4 四子就从天而降加入战场。八位武士手执武器，同埋以佢哋凌厉嘅眼神横扫全场，有待揸住霹雳炮嘅 Aaron 发号施令。全场平息正气，就等呢一刻。因为我比较壮嘛，抬得比较大，没有，是他们安排的。然后我想，最重要是出来整个感觉，大家觉得好看。咁我想问 Sammy， 我见你喺呢、這个广告首播会上边要开枪噶嘛？你嗰个表情都好紧张喎，点解？系咩？你你抓到我很紧张的表情啊！其实是啊，因为是我第一次开枪啊，所以是有点紧张。吓，会唔会觉得开枪其实都几得意咧，几好玩嘅？对对，砰！哎呀，系。但系九粒巨星之中最兴奋嘅，莫过于系仔仔周渝民啊，因为俾佢恨到可以同偶像 Sammy 合作啊！我听说你这个嫉妒这个 Jerry 有机会跟这个 Sammy 拍戏，所以呢，这个广告商呢特别安排你跟 Sammy 有这个单独的戏份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哇，好开心哦！我跟 Sammy 演戏呢是怎么样的呢？跟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呢？就还真的不太一样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因为。短短的一些小的镜头，不过还满足的。已经很满足了，是不是？已经很满足了。对对好了 ，Sammy， 你也说说这个小朋友呢，跟你演戏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我也非常满足了，又可以 Jerry， 又可以仔仔。除了仔仔之外 ，F4 三子心情一样好靓 ，Vanessa 同言承旭仲忍唔住介绍佢哋放电技能。我们是用电。你们四个都是用电的，对，好，什么样的电呢？就从哪里发出来的电呢？应该是从眼睛发出来的电。眼睛发出来的电。好，本来说它是眼睛的 ，Jerry 呢？你的电从哪里发出来的？啊？你的电从哪里发出来的？他从屁股。我们很多小朋友在这边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干嘛这样讲话？啊？仔仔，仔仔，你的电从哪里发出来的？我的电都是那个在那个饭店里面啊，接那个插头就可以有电。对。很好的答案。好了，笑天呢、啊？你的电从哪里发出来的？我身上有带电池的。有带电池来。在这个广告首映礼上面，最瞩目的莫过于是九粒巨星同台演出，这个场面实在难得一见，吸引力无可比拟。从来不在乎结果，因为我要更多。
别说说，这么轻松的存在，我心里也不算什么。这一下。不管在多沉重的挫折，在多心里不算什么，接下来怎么也不会错过。为了纪念这个宝贵时刻，大会还安排了他们即场打手印，而他们一箱箱的奖品将会放在广告商的博物馆珍藏。曾经讲过，全程最开心的巨星是仔仔，此言绝对没错。这个广告首映会差不多完的时候，顿变仔仔的生日会。6月9号就是仔仔的生日，所以八粒巨星预先同他庆祝，全场过千 fans 大唱生日歌，祝贺寿星仔。你差不多生日会都特别有啲礼，会拣啲礼物送俾佢咧？我就看他要什么了，他想要什么跟我要就可以。我希望大家送我就一个祝福啊，求我平安啊、顺利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齐仔把口就话乜礼物都冇所谓，但系最好嘅礼物就当然系飞来艳福，佢立即照单全收。这边要代表大家也问齐仔一下，刘王，这边连上吗？现在我，你想让我？啊，齐仔要不要？要不要签名？我无所谓啊，就是如果可以的话。我觉得一边三米一边九零会比较好。哦，一边三米一边九零的，啊，对，九零也啊，九零干嘛？来过来。讨厌。不用稳了，我们就接脸就好了。接脸是吧？接脸 ，OK OK OK。可以的啦，可以的啦。